哦，那时候 ，waiter， 不管我们怎么走，都还是会遇见对方。喂，这么巧，你又在这里。对啊，感觉就好像冥冥中有一条线牵扯着我们，不让我们找不到彼此。北京到莫斯科，星期一晚上9点，优频道。您也可以立即上涛哥回看《北京到莫斯科》。